最稳健最年轻。今天的相声专场赶上展示国乐之最了，下面要为大家表演的也是两位咱们国乐的之最，进步最快的唐明义，声名最远扬的裘英俊。下面我们有请唐明义和裘英俊为我们带来传统相声古红图。为什么得鞠这么个躬嘛？为什么呢？第一个躬啊，给各位观众致敬，这是对。今天天儿啊，不算太好，还有点冷，特别凉。对，到这月份这点儿可能就没太阳了。废话。各位观众还是热情洋溢，来这儿听咱们国乐社团的相声，太好了。是，有几位这么些人啊，七尊大家站着听，是在这儿得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哎，第二个功，给您鞠的，这不挨着，这怎么不挨着？我鞠躬干嘛？裘英俊啊，好啊，是吗？艺术成绩又高啊。高什么高？相声造诣大。哎，没有，我建议啊，建议下礼拜我打个报告。干嘛呀？我建议在咱南开大学里头给您立个纪念碑，让大伙儿记住你。立碑不合适，为什么合适？那得周总理、杨世坚这个，你得给我立什么碑？那是以前给这个有成就的周总理、杨世坚呀，给这个立碑。对呀，现在不行。现在啊，是个人就能立碑。这不前一阵儿的高宇还立个碑了吗？对不对？再者说了，您比超女强多了。我比超女还强。您起码知道您是男的，是女的。这个一半是实话，一半是玩笑。但是什么是真的呢？什么是真的？我们这位裘老师啊，相声好，这是您夸奖，这是真的，是吗？人家打小学的相声，哎，喜欢说学逗唱，四门功课占全了，都练过，打小基本功特别的扎实。哦，在这儿您一站啊，后台那些位演员比不了您，他们确实不行，他们得跪地三车。一见我他们退避三舍，我这演员你看看光相声好啊，学问也大，学问大，人家学富五车呀。我们有什么事儿都得问他，什么事儿都问我，那可不嘛。真是这些人属你了，属我了，比您一比呀，他们差得远多了，您比他们强得多。哎，就属你了。嘿，当然了，也得分跟谁比。我拦你一句啊，我刚听他说这意思吧，相声协会属我了，属您了，跟您一比呢还差点，差那么一点，不多啊，这么一点，你比我全高了。比你全高啊？你会什么呀？那还新鲜。你会什么？你不认识我吗？不认识你。我问问啊，不就是国乐相声协会一个普通成员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、哎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您干嘛的？鄙人是个科学家。不要磕头。这么不是科学家？科学家不来模样吧？来模样，模样是我自己的。明天过节我乐意。科学家，这是真的，是吗？知道有个中国科学院吗？您在中国科学院工作？我从那门口走过。走过？我也走过啊，我一天走两趟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您都没走过？我在那儿走过不假啊，以前在里头工作。哦，但是我发现了啊，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。怎么能研究不到一块儿呢？他们研究的太肤浅了，咱这个深奥啊，他们理解不了我这个。他们肤浅，他们肤浅，您这深奥。您研究什么呀？研究什么啊？我给您说说啊，我研究这个您看的像混沌初分，两仪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八六十四卦，强强强强强强！您这算卦这套？什么？现
字出分，人家现在研究什么分子啊、原子啊、粒子，你跟那帮人一样肤浅，不能研究这个吗？研究原子，研究分子，研究离子，研究核子，研究包子，包子还饺子呢啊，饺子啊，不是这个吗？对呀，这我也会，您也会，也会哦，您不一定行。我大概其实也知道点，也知道点啊。那我问问你，你给我解释个问题行吗？您问问，您说说吧。这阴天是怎么回事？您问什么？阴天是怎么回事？我当时问什么呢？问这？哎，告诉你啊，您说这个阴天呢、啊？那是老天爷的公社。罢了。人家这一句话显而明了，老天爷的公事。你见过老天爷？没见。你跟他一块儿吃过饭？没吃过。你吃过饭，你给我说说，他家庭住址在哪儿？门牌多少号？电话怎么打？他生活情况怎么样？他跟那老太奶奶多大结了婚？都号称多少小老天爷？这小老天爷里哪个爱看书，哪个爱看报，哪个爱听相声？拿过来就说老天爷公事，那对吗？您说的这是封建迷信，我们这是科学知识，不要不懂装懂啊！要这么一说啊，我不知道，没人知道。您这话太绝对了，绝对。刚才台下坐着这么多位有学问的同学，往台上看，看见了吗？啊，我就知道，你就知道，我就知道。哎，好，那好了啊，您知道。这么办？嗯，您说，您说说，我听。这儿，我跟你说什么呀？你说这阴天呢？我凭什么跟你说？您不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就得跟你说说。你还得听着。我知道，我不跟你说说行不行？您就不抬杠？没人跟你抬杠啊！您看刚才这模样，拿下巴磕死人。给我说说。你平常就这样是吗？还能说你问个学问？你打听个道，我还得客气客气。怎么打听？今晚也跟人这么着吧。啊，同学，老家问您一下，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怎么走？都这样问，人家又能指着你。对呀、啊，能像你这样，我怎么了？你让，你给我说，你告诉我这火葬场怎么走？你就看我了，知道吗？您这还老远着呢，这老话你都忘了？什么老话？有道是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”，授人一字便为师，师徒如何？打住！师徒如后边不要再提了啊！不要再提了。当着各位的面，你请教这个问题，给我鞠个躬，小不了你，大不了我的。您就说鞠个躬嘛！哎呦喂，不就鞠个躬吗？鞠躬！我问您这事儿啊！啊，鞠躬了！您这是干嘛呀？鞠躬了！你是哪儿鞠躬了？我干嘛？鞠躬你？鞠躬啊！鞠躬能那么鞠吗？怎么鞠啊？鞠躬有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两眼目视前方，鞠躬这个躬的度数不在90度，也得在70度上下。我你是艾略进的徒弟是吧？鞠个90度的就满了，我说直角90度，你给谁鞠躬？给我鞠躬，看着我呢，有家事还得看着你，看着我，你瞪我，我看着您吗？你看着我，你脸上怎么一点表情都没有啊？还要什么表情啊？你得乐着点啊！早说乐着点，乐着点。您不能再乐了，再乐就地震了。这么大劲头，您不能再乐了啊！您怎么能这么乐？那怎么乐呢？您得，哎呦，你得发自内心的乐呀！你得自大享乐，自得享乐，享乐没乐出来，乐会儿得在肉皮里横着，这么劲儿的。哦，明白了，我得自享乐，自得享乐，享乐没乐出来，乐会儿在肉皮里这么横着。你来来，我不会。不会，你来得过样子，我得来得过样子。你这人啊，太笨了，来来来。
也不会。这个这么着，有鞠个躬，好吧？大伙儿，怎么回事？鞠躬。好，给您鞠躬。哎，这个态度还是好的。哎，掌柜来了，掌柜来了，知道我有能耐，知道你有能耐，我有什么能耐？你有尿炕的能耐。尿炕干嘛？你尿的比我们匀。兄弟大啊，那你说，照你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就说这个呀，道理可要记住啊，记在脑筋之中，不要这耳朵听这耳朵猫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学问，这是知识。对，以后无论哪儿谈的、论的、讲的、说的、用得着的，这个天文研讨会，哎，天文爱好者协会参加了，有个同学们站起来了。嗯，同学们，咱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。提出这个问题，大伙谁也不知道，就看你邱英俊站起来，汤汤汤汤几句话说的那几位是按小大儿罢了。人邱英俊会知道这阴天是怎么回事，您不就想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吗？对呀，这阴天就是啊，啊，没太阳。我明白了啊，这个阴天就是没太阳，没太阳。那这个晴天准是出太阳了。学问见长，我就反驳你，像话？听说过吗？我讲吗？这都不像话。我这都跟他们学的，我跟他对，我不研究这个。那您研究？我告诉你点真本事啊！啊，您说，睁开眼看世间万物，嗯，都离不开阴阳、金木水火土，离不开这几字。您打住啊！您这说法本身就错了，怎么了？这太绝对。好的，世界万物这不行，事物没有绝对的，都是一分没二。我这是绝对的，您这绝对的，绝对的。这遇上问题没？是吧？今儿我非得跟他扳子杠子。您既然说都行，对吗？都行，我随便找出一样东西来。别说呀，我找一个。别说，哎，您看这摆着吗？现成的，这个桌子。哦，您给我找一找，它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。首先，您找着这桌子哪儿为阴，哪儿为阳？桌子啊，告诉你，记住，您说桌子面为阳，不，桌子底儿为阴，这有道理吗？当然有道理。说说，桌子摆外头，太阳出来，唰，照得着哪儿啊？桌面啊，照得着的地方为阳，照不着的地方为阴，阴阳有了。啊，照得着这么讲，哎，记住，找着这阴，记住，记住，金，金，找这金，桌子的金啊，哪金？桌子不有金吗？哪儿呢？桌子啊，是吧？啊，桌子这不有金吗？那哪儿呢？这不就在明面上吗？我怎么没看见呢？我也没看见呢。不是打刚才我没看见啊，现在我的一分析能分析出来了。找一找桌子这个金在哪儿呢？这个金呢、啊、哎呀，这个是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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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这肚子里有耗子。这是科学家在思考吗？我这科学家思考的这个这个这个哦，我们经常看科学研讨会啊，这个李政道啊，杨振宁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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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吗？有进步啊！我思考跟你解释一下，不是想这个怎么说，知道吗？我是想怎么用一种简单易学的办法教育你。哦，哎，我这是普及课程，咱得有基础。哎，对对对，您说是这个桌子这个金金青，哎，哎，这么说吧，桌子它原来是什么？桌子原来就是木头，木头它怎么成的桌子？木头工厂做呀，它工厂做啊，它得用工具是。对，那都什么工具呢？这您不懂了。别说木工的工具，嗯，无所谓，就是搬凿斧具。搬凿斧具，哎，搬凿斧具是什么呢？铁的呀。铁字怎么写？铁字一个金字边，这边有金了。不不，我说是金字边，沾金就钻。科学要保持一个严谨态度。就钻，沾金就钻，我别抬杠了。金有了，哎，找这木木木桌子什么的，桌子木头的。哎呀，你会知道这桌子是木头的，不简单。好好好，有行有行，看木也行了。木有了，有了。金木水水水，桌子水，桌子哪有水？水。哎呀，桌子水水呢？这不是水吗？啊，这桌子这么看它是没水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哎呦，这个后台了。来个人，倒杯水，来，抓。
不行啊，抱杯水不行，你撒上水都不行，找桌子本身的水，本身的水，哎，本身有水啊，本身它桌子它原来是什么？桌子原来木头，没拔下来之前呢，那就是树，树它是怎么长成的？树嘛，小树苗，勤浇水，得水了，不是这浇水也算严谨吗？真够严谨的，这就有水了，水。对吧，这个时间用长了呢，就兴许掉个螺丝啊，短个桌子腿儿什么累背不住，这就老师们一看怎么办呢，嗯，干脆甭修了吧，怪麻烦的事，给锅炉房劈了烧火，劈了劈了烧火呀，劈烧火了，现在公务不能死了，怪烧火呢，烧火不能本身的火，本身它就有火呀，在哪儿呢，古人发明的钻木取火，这儿来树老自焚嘛，哦，对对，钻木取火有这话，哎，哦，这么来的火，土，老得土，土，哎，土吧，土，哦，什么叫土？对，土，桌子它原来是什么？原来木头，木头没发下来之前呢，树，树在哪儿长着？在地下长，什么地？土地，土。对，活活行，还真不错，都找出来了，就是，哎呀，哎，对了啊，您不说包罗万象，万象，我再问您一样东西，您说吧，您看，我刚才后台，您上来之前，我吃了这么一个苹果，苹果，您给我找着这个苹果哪儿为阴哪儿为阳？哦，苹果，哎呀，哪儿为阳？哎，告诉你一说吧啊，苹果青的地方为阴，红的地方为阳。怎么青的为阴，红的为阳？苹果在树上长着啊，太阳出来了，是吧？照得着的地方红的，没照着的地方青的。哎，阴阳还真有点道理。哎，阴阳金，苹果的金，苹果的金啊，吃苹果你不得镶金牙吗？啊，你不镶金牙也能吃啊？这不废话吗？是吧？这个金呢啊，那苹果它有金呢，哪儿啊？它不有吗？啊，是苹果岛。哎，苹果它在哪儿长的？苹果，苹果树啊，苹果树。哎，到月份该摘苹果了啊，你怎么把它摘下来呀？这你没见过了没有？摘苹果，这手这么托着啊，这手拿着剪子，咔嚓就下来了，拿剪子挑。哎，那剪子是什么呢？剪子是铁的，铁字怎么写？一个金字表金吗？严谨。又有金了，哎，真有几位？这是我嘴欠。我下回留神啊，你等着。金有了啊，金木木，苹果的木，嗯，苹果这个木，苹果它在哪儿长的？苹果树啊，苹果树什么的？木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木木，水，水啊，该说水了，对，水，一到这儿就水，苹果的水，喂，吃苹果比较好，对，能增长维生素，有益健康。哎，这个但是呢，一定要记住一点啊，吃苹果的时候要讲卫生，嗯，一定要拿水洗干净了。它水啊，洗干净不行，怎么着？洗干净不行。苹果本身的水，苹果本身的水，哎，你拿个苹果来咬一口，怎么样？也出水了，水。哦，这个要它叫水果，要不成苹果干了。我就拿我这儿说出来了，火火火，怎么经不起火？我这么一联想，我那那是你马上本来这就快着急了，你这没有看到啊？火火，苹果的火火是火，这个是这个火呀，火。哎呀，这个月份苹果比较贵，哎，我刚才呢从菜市场问，嗯，好几块钱一斤是这价格。嗯，这月份鸭梨比较便宜，哎，是的，是吧？对，干脆咱说说这鸭梨吧。不行，做鸭梨干嘛？说苹果找苹果的果，是啊，找苹果果呀。哇，你别着急。
我这家就要现行。我告诉你，这人也没事干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吃苹果，吃苹果，吃苹果败火呀！啊，吃苹果，挂挂挂，吃苹果败火，败火得说出来了。你看，学的差不多。火火火，苹果在哪儿长的？在地下长的，在地上，地下长的是核桃。什么树？那树在哪儿长的？树在地下。什么地？土地。土。怎么又有了？行行行行，您各位，你看见咱这学问简单一学，小孩都做明白了。各位，他这科学家所有的话都得打我嘴里说，这回我留点神，他就得握着他。我呀、啊，时间差不多了、啊，我这个美国哈佛大学的我请了。不不不，别不不，您。大晚上你也上不了哈佛啊？去了去了，啊、门口这不预备马车吗？这个是这么大老人，马车上美国呀？甭管怎么去，反正美国行不行？您呐，美国这事儿耽误不了，两句话就完。我再问您一样，好好好，咱抓紧时间吧，最后一样，抓紧时间抓紧点吧。您看我刚才啊，嗯，后台我还吃了这么一个红果。红果，红果也叫山子红。哦，哎，您找着这个红果，哪儿为阴哪儿为阳，找着这个，告诉你记住，哎，红果红的地方对了，青的地方哦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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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红果啊，它都是红的。没有青的，哪儿为阴哪儿为阳，都是红的，哎。没有青的，对的，那就全为阳，全为阳，全为阳。阴的，你咬一口，里边什么色？白的。阴，外边那层上里边去了，你看吗？阴阳有了啊，找这金，金，哎，金，金更好找啊。好吧，问你啊，这红果在哪长？红果树上，在树上长的。到阴了，不是该摘红果了？你怎么摘进来呀？摘红果，哎，我拿着竹竿往下包。剪子一撇的有金子边，我不弄铁器几位拿杆子帮，哎，都帮烂了，爱吃大红果。拿杆子帮，哎，啊，这意思就明白了，到了月份该摘红果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找这么根铜杆，铜杆啊，别捣乱，不是铜板，铜有金子边，竹竿织蚊帐的那个竹竿，竹子竿，竹子竿，不是铜竿。对，哦，这都帮着来了。哎，对，帮来到地之后呢，免不了就有烂的。哎，嗯，当然了，也有不烂的了。这么多的肯定有不烂的，不烂的就可以把它卖了。嗯，这个卖红果现在和过去不太一样。哦，现在都是论斤标准卖。对，过去呢，在这北京兴卖这个大挂山子红。哎，有大挂山子红。大挂山子红就是拿绳子把这红果一个一个拴上。哎哎，可以这么卖。对，小孩们乐意这么吃，挂脖子上，一边吃着一边玩。嗯，啊，这意思明白了啊？很明白了。你说大挂山子红，这红果它是硬的，那绳子头它是软的。那红果上你得现钻眼儿啊，那红果上那眼儿你是拿什么钻的呀？你要说这还真对啊，这个馅儿是软的，对，红果是硬的，它穿不过去，我拿什么钻着眼儿？拿什么钻的呀？我是拿那个竹签捅过去的。竹签儿，你那个舌头都短了。竹签儿，我告诉你，这人我看太别扭，管不着。竹签儿买过来也不能捅，怎么着？竹签儿两头都是圆的，哎，您把它修成尖儿，哎，修成尖儿来，你是拿什么修的呀？拿那个玻璃碴刮出去，刮出去有尖儿。拿玻璃碴花生，你可真行了。哎，拿玻璃碴花生，那花生完了也不行。怎么着？竹签的竹签上有毛刺儿。对，那毛刺儿你是拿什么修的呀？我是拿那个水泥地上蹭的，一蹭，没事，拿水泥地蹭。哎，我不怕磨着手，管不着。这东西，这红果除了那个卖大挂山子红啊，卖糖葫芦，还可以卖糖葫芦。对对，对吧？我刚才说了，糖葫芦，糖葫芦和现在有个花样，嗯，里边可以加馅儿，哎，有加馅儿，加
这意思你快明白了啊。说加馅儿，这红果上你得现拉口啊。对呀、啊，你说这拉口，你是拿什么拉的呀？我是拿那个馅儿勒的。拿馅儿愣勒开，多麻烦点的了，不着。拿馅儿勒勒的，勒的也不要紧。那红果，哎，红果穿成糖葫芦，一个先别条件，哎，你得去核，对，对不对？你要有核呢，人家吃核牙了，对，人下回不吃了。是，你说去核，那里头那个核，你是拿什么剁的呀？我是拿那个手指头抠的。我告诉你这人，我告诉你太脏了，卫生局刀你啊！你做糖葫芦，你得蘸糖啊，没糖那叫糖葫芦，蘸糖你先熬糖。哎，你说那个糖，你是拿什么锅熬的呀？我拿那个，我拿砂锅熬的，砂锅熬的。砂锅，这砂字怎么写？砂是十字边一个少字，那锅。